牛眼哈，好，你这只猪合格了。先过去顶，好啦好啦。但是啊，你这样你敢？羊妹妹来，羊妹妹来，羊妹妹，你不要看羊妹妹，你不要看羊妹妹，要吃破喽。这里敢想过东西东西？你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看这里，手摸袋子，手摸袋子啦，我都没命啦。但是喊看阿姨这里，看阿姨这里，都是来阿姨那里，都是看阿姨这里，小小，看这里，这里这里，你们三个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都喊，根本没牵牵手，你们两个牵手，耶耶啊，比爱心，另外一只手比爱心。有买小瑞士花园的套票哦，你看完马术秀，然后走天空步道到小瑞士花园，好，那你就在那边用车也可以，但是你还想要再回到草原，草原来喂羊 ，OK 啊，被攻击了 ，OK 啊，你就坐这个公车到北票，走下来，不要走上，好，走下来，继续喂羊，然后你就可以跟小瑞士花园。好，你可以好好的喂羊。好，你可以好好的喂羊。好，各位可以带回家去电视，不是啦，那是错误的示范。大家可以带回家去做纪念。哎，哇，不要太贪心了。羊毛蛋，羊这里。哇，所以要一定要晒干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主持人，你把它晒干，它会不会进了一瓶哦？冰箱的磁铁贴啦，这个小孩子的那种小女孩的那种镜子哈，折叠镜哈，钥匙圈啊，那换一样，都是跟羊有关的，都很漂亮。好，在小羊店可以买，但是你要自己 DIY 跟人家不一样吗？他连塑胶袋一起包进去，好，他连塑胶袋一起咬进去，好，他连塑胶袋都可以把它咬进去哈。好，拍完了吗？好，不要放网路。好，因为我在平地欠太多钱。好，我故意躲在这边。好，不要放网。有人会去踩羊大便啊？羊大便超臭的。我这个做一条多好的，我爹阿妈滚。我这个挂起一直不爱。